嗨，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又到了 GK 开箱的时间。我们现在可以讲话很大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起来了，就不管了。这一只呢，我自己买的，连体积都不知道。我只跟你讲，它是米豆子，可是它跟米豆子还有现在值得买的吗？这一只值得买，然后这只应该是没有授权的啦。它好小哦，它应该是蛮小一只的。然后可是它价格不没有便宜哦。这只我买好像也要一万出头，超贵！为什么你要买那么贵啊？因为它照片真的很屌，这只是我看过米豆子里面最屌的。它应该是可以小到我可以这样拿起来的，好小好可爱。它的那个是它的、那個、啊，它的外箱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长怎样。这外箱是基本上面从我介绍的。好，这间工作室呢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工作室。哇，还给你一个这样子的。背起来。它怎么感觉越来越小啊？我跟你说，这是俄罗斯娃娃，你看它盒子小，你就大概知道错啥。这是无眼，它越来越小。对，越来越小，打开超小，小到爆炸。它里面还有一箱啊。这是有可能。一个。先看不断件，没断件，它就这么小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我们桌子乱到爆哎、欸。对啊。为什么这边有个断件？哦，这边有个断件哎、欸。米豆子的这个，它运算有问题哦、喔。它对，它断在这里，断一根，自己留的东西哦、喔，自己连连就好了。看一下，检查一下。嗯，对啊，断一根。这是裙子，我先偷看一下它组装。纸啊，纸。你看它这个血管，然后皮肤。你是说它内裤的呈现方式很？不是，你自己看它的图，那个它的涂装，我不知道拍不拍出来，它是皮肤的样子哎，红红点点。对，它有红红点点的那一个。我买不是因为它穿这样而买，而是它的涂装真的很屌。那你知道它穿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迟疑了，你有迟疑哦，你的语气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它这个一定要先装啊，它只有三四个零件而已啊。我好怕把它后面那个弄断哦。哎呦，进去了。它这个包装真的是很不行哎，都用胶带，一定要确实把它弄好，不然的话再拿起来的话会粘到，它就断件了。哇塞，小心哦，这头发感觉就是欠断哎。这个不能被碰到，一定断的。你通常在做一课的时候，最容易把它用坏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能松懈。对。哇塞，很狂哎、欸！你看它脸部，它是那种美式的米豆子。哇塞，这真的美到。它是很欧派。欧派的、啊，这个人就是喜欢欧派的啦、啊。我们先看它不穿那个的，不行，这样子就侮辱了米豆子。它一定要穿，这样太欧了。我还是让它穿一下，这种若隐若现的感觉。我特别喜欢，哇塞！这只米豆子真美到炸掉哎！后面那只老鼠很强劲。一个什么什么白的？这是最难的。我真的很怕把它弄断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进去了。它的额头这边冒青筋，然后这边冒青筋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的皮肤哦，它不是像一般我们看到那就之前拍那种很平滑这样上色，没有。它的皮肤真的是像人类的皮肤这种感觉。对，它是像人类的。对，人类的皮肤这一种。这种点点的感觉。像这种有皮肤病的感觉。然后你看它眼睛也涂超美的。哇塞，这是可以耶！对，它脸颊这边有那种微血管的感觉，很小的微血管，它还是有做出来。然后它这里这个长角就是从肉炸出来那种包覆的那种感觉，你看这边。对啊，然后后面头发也做超美的。然后衣服的那个，它穿这一个也超酷的，它是。就整体摸起来很赞，然后它这个地方也做得很好，特别光滑。哇塞，这真的美到炸！但是它腿这样摸起来，你这样摸是跟我们以往摸到感觉完全不一样，对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
感觉，这很厉害。这真的是可以耶，它这一个石头的感觉做得很不错哎。对啊，它其实整只的感觉都做不到，可是它这像这些地方，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完善。它不需要，它靠这个地方。因为你要想说，镜头在拍的时候，人一定是对焦，旁边一定是死焦的，你这样想就好了。你再讲个道理。你说对焦在。对，哎，这很酷哎，而且它好煮，可是它的包装不友善，然后它的头发，哇塞，它整个头发飘逸，哇塞，这是很狂哎，啊，只不过最少的三只，三个啊，所以我三个零件的 GK， 所以我才说可以马上煮就是这样啊，因为它真的很少。我想说你儿子没有睡觉，你怎么有强心脏敢拍？你知道我都不买迷豆子的东西吗？因为我觉得迷豆子，我就没有做到我很喜欢的那种味道。可是在这一支整个达到我，它虽然不还原，可是它应该说它拟真啊，这个腿整个很可以耶，超可以的。然后你看它若隐若现的感觉，哇塞，整个气势，你这样看，什么角度拍都可以，吓死人这一支神作啊！我只能说神作啊！它这个手的那个长度都做得出来。我真的很满意耶，这只它的动态做得很好，它人体的骨骼的那个呈现很标准的，很棒。它这感觉好像就是你啊，我感觉会出一而已啊，动没聊啊，会出一啊。有哎，这只真的是有哎，我喜欢它的动态感。它就是一副就是林北来鸡玩啊，鸡玩鸡玩。那我们的 GK 开箱就到这里啦，希望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个赞，还有小铃铛。拜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，还有小铃铛。拜。